姐姐姐姐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我从大宋来。我是晋祠宋代才俗中最为出色的一座，被称作双面佳人，一面欣喜，一面哀伤。曾引得梅兰芳先生驻足观赏，但除了我之外，还有41尊侍从像，我们共同侍奉着圣母殿中的主像一江。900多年的岁月流转，让我们身上的色彩不再鲜艳，但正因我们的存在，才让大宋风华留存至今天。来过这里的人都说，三景之胜以晋阳为最，而晋阳之胜全在晋祠。那是因为这里还有举世罕见的鱼沼飞梁，抬眼望去能看见苍翠遒劲的周柏藤槐，俯身轻叹生生不息的南老泉依旧酝酿着晋水最初的甘甜。一句桐叶封地的戏言，意外成就了三晋历史文脉的起源。历经3000年的修葺与重建，100多座宋、元、金、明、清各式建筑坐落此间，而我们就在这方寸之间平静地生活了千年，等待着与千年之后的你。Thank you.